那我们的最深的海底油桶也是在绿岛，然后每天都有邮差去收明信片。你可以在我们台东没有光害，你就可以看得到星空，更像是在日本的感觉哈。哇，这真的很梦幻。Super amazing place。因为别的地方都是加那个什么芹菜，它这里就加丝瓜。从开始做呀到出品，最少要2天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台湾百味。